昨下吼，你输得一直我斗啊，斗一波啊，我有够歹的，脾气够歹的，足够刁啦。大家都厌过，大家都骂过啦。是人艰苦咧发性地，也是人上做上班咧发性地。当作上班你发性地，叫人爱处理呢。哦，安尼你了。我叫咱就带回来咧。喂，安尼会当人举起头听哦。安尼当，你叫伊爱到阮厝来，你工作无闲，也无迄时间通来阮。你家做遐好务咯，佮换迄天顶嘛是相共啦。喂，保安啊！伊有其他的，伊有其他的人咧，还袂处理啊，无啦，啊，透早较无闲，较慢去甲你换，你佮伊讲你人错干六条。哈？干你啥？你讲找所在哦，阮做无闲。你若讲找伊天顶也是相共啦。来，我听一你甲带你共，啊！你甲带你共错干六条啊！重点是你共错干六条，这种问题你去甲倒，伊逐间也无用，逐间嘛拢安尼，进前老家收嘛安尼，你叫听者。嘿，歹势，我因儿子，啊，所以讲是阮迄落伊是讲伊要尿布要换，啊，结果无甲换较慢了，伊煞有骂三字经安尼。因为其实他自己可能觉得拖太久了，但是他骂三字经这本来就不对了，因为对，这我们理解。那因为早上等一下我们可能因为还在忙，等一下可能晚一点我们再过去直接面对面跟他讲好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、哦、我知道，因为他本来个性脾气就有比较火爆一点。哎，我知道。没关系，因为他跟我们讲吼，我们是让他有一个像给他一个抒发这样子，嘿。可是其实我们自己知道说，有时候这个中间都会有一些细节，可能是比较为难的地方。但是他可能脾气比较火爆的话，就会直接发脾气这样子，嘿。那没，对，我知道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们有录影也比较好，因为你们有录下来的话，你们到时候也可以传给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说他实际当下对你们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。因为我们也不会说偏袒自己的家人，我们也会以当下说实际的状况，因为我们之前有自己照顾过，也知道他有时候那个脾气吼，嘴巴会比较容易一直碎念或干掉这样子。对啊，那这样子哦，先跟你们说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晚一点抽空的时候，我们再过去现场直接跟他讲这样。哎 ，OK， 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好。对，我知道。了解。对，我懂。一对多的话，有时候时间上会比较紧一点，我知道。对，好 ，OK， 没关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晚一点再过去跟他讲一下，嘿，不好意思，好 ，OK， 我们晚一点的时候再过去跟他讲一下，因为我们平常也比较忙，有时候可能他这样有一些状况哦，如果没办法及时处理，怕也造成困扰，好，那这样我们晚一点安排时间过去跟他讲一下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辛苦了，好 ，OK。好，拜拜。
忙完影片，然后已经先排定上场了。那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早上的片段。其实，在这个不管是医疗相关的，或者是养护机构啊，时常家属跟这个相关单位啊，都会有一些需要去润滑、需要去协调的地方。因为站在这个病患的立场，他会觉得说自己没有备受照顾，然后没有被关注到，然后觉得动作太慢。但是站在医疗相关单位呢，他们有时候现场人力吃紧，他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及时性的给你想要的需求，那变成说有时候你可能会开始发牢骚，会有一些脾气。那因为其实坦白说，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家属这样就偏袒，因为我爸他从以前还没有生病的时候，他个性本身就比较直，比较土性一点啊，比较暴躁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我觉得这就是各自的立场想法中间有一个落差，时间点的悬殊，所以造成一些感受上的不好。那我就想说，因为这个状况，我们家属也是要去到现场，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自己的家人去到哪个地方，然后被别人当成是 OK 啊不好的人这样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先赶紧出发过去，然后我想说过去就顺便简单买个几杯，也不知道他们里面有几个人，就简单买个几杯饮料过去请他们喝这样子啦，一个小心意啦。对啊，因为毕竟大中午嘛，对啊，这件事情是大中午发生的嘛，那我觉得大家可能火气上来，天气热啊，就喝个凉的这样子。因为我六点比较快，六点比较快点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护理师哦，我陈金和家属。啊。这个给你们喝。已经看足济伊啊，对啊，该找足济经理啊。无啦，你无管伊啦。是像你讲的安尼啊，康城啊，足济啊。对啊，康城足济啊。两房的啊，啊，迄是两房啊。会当甲因讲，啊，卖甲因这个干胶红。你干胶人就无法互你住啊，所以你即摆唔通搁犯错，你即摆犯错，我才讲，我若毛病啊足济呢，你敢知影我毛病啊足济呢？我唔是无毛病呢。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.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. With you I don't ever feel calm.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.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. You don'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. You don'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. You don't ever wanna set me free.